我做的人家不一定爱吃啊。他会做菜。我们是原来啊，这个插队的时候。哦。插队的时候，我一个人插队，那个全是自己做。哦。但是那会儿做的比较粗菜，粗茶淡饭。现在反正是乱炒吧。作为妻子，冯媛最让您满意的是什么呢？一个人的最重要的还是要这个啊，保留他的本色。本色。你这个不管你做什么，啊，就是本色很重要。你就是说这个历尽是吧，所有的之后还是返璞归真的东西。尿了，尿了。尿大一回。来。搁盐，搁糖，搁点味精。还有一个青菜就好了，是吗？咱们一块吃吧。这冯婶，哪个是你做的呢？这几个是我做的，这是我爸爸做的。哦。那个椒盐虾的那也是他爸爸做的。哦，是吗？一块儿吃吧，来。好。咱们做什么？来，谢谢你。这个给你这杯。这边，这边。好。好。啊，谢谢你。来，欢迎你啊，到我们家里来做客。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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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嫁给你的男人他是既幸福，嫁给我啊，不是，你娶了的男人，哦，是不是，人家应该怎么说呀，不是被我嫁给的男人，娶了他被他嫁给的男人，他是既有压力又幸福啊。压力好多人都说中国男人他这种心态哈，就是受不了，你注意到我刚才这个用词就反映出有的时候以人的一些不太正确的心态。比如说一个很有名的女人，我就不由自主的会说嫁给你的男人，这意味着就是说啊，大家一说就是彭丽媛的爱人是吧，觉得嫁娶关系里面是嫁给人那个是弱势一点的，娶人那个是强一点的，对吗？就是但没有在中国女人这个传统的观念上来说，特别是咱们山东哈，孔孟之道这种观念上来说，永远不能说男人嫁给女人，就是你再是一个女强人，也应该是嫁给丈夫。啊，好像我觉得我永远在一个从属的位置上，真的自己感觉好像可能是从小受的教育不一样吧。但是这丈夫整天跟人介绍说，哎呀，你知道吗？他老婆就是彭丽媛呢。那他自己你要那不会，那你就看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假如说嫁给一个事业有成的人，雄心壮志的人，你要就是很有水平的人，能驾驭你的人，那就不会这么做。我的天，那能驾驭你的人有条件了吗？这不是这要求很高吗？能驾驭你，那当然了。我在我嫁人之前，我肯定要找一个能驾驭我感情的人，驾驭我思想的人，所以我才会嫁他。嫁嘛就是下嫁嘛，可是我不可能你高于他嫁给他。所以我跟你说，像你的事业这么成功，你的名气这么大呀，那你说再找一个再能够驾驭你的，太难了吧？那你多高才行啊？成功是各方面的，我认为啊，就是说我的成功呢，只是说我是一个演艺界的人，嗯，啊，或者我是所谓的一个演艺界的名人也好，嗯，其实我觉着作为我们来说呢，这种事业啊，就是说就要成名。比方你窦文涛，你为什么要做《锵锵三人行》？为什么要跑到凤凰卫视来做主持人呢？你就是想成名。那么你成名的标志呢？你事业的成功就是要让人人都认识你。对啊。大家一认哦，窦文涛。啊，一认彭丽媛。啊，一认那个。抱歉，梁文道，还没成名，再差一点，一任你就马上就可以一任梁文道。那么这就是说咱们的事业成功了，你的主持成功了，那么我的歌唱成功了。其实我们成功的标志是在于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名人，人人皆知的人物。其实我觉得很一般，很普通，这是一种事业。所以说你在嫁人的时候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你就把你作为一个普通人嘛。那人的成功不一样，
也许就是说你嫁的这个人他在你这方面没有成功，或者说他没有出名，或者没你这么有名，出去以后都找你签字，都找你拍照，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是很有作为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那你觉得你这个寻找的，不是你找到的是不是很很能驾驭？按照你的标准来说是很成功的人物。我想这个问题你就不要问我了。我嫁给他十几年了，那你想想吧，肯定是很成功的。所以我才会他成功充满了幸福。他成功十几年了，充满幸福还啊，应该是这样。在家还太成功了，在家这种觉得两个事业上都挺成功的人啊，在家里你会是一个什么角色？是咱们山东那种挺传统的家庭主妇的角色吗？我应该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你比方说吧，我算是一个，也算是所谓的人家说的流行语女强人这种的吧。自己在外面也独当一面。那个就是说自己或者是去干事业，风风火火，跑前跑后，跑来跑去，飞来飞去，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时间休息，也很少有时间呵护自己。那么当我就是说背着行李回到自己的家以后，那我看到我离开这个很久的家里面，地上一层毛或者一层土，或者床单都没换，长毛啊，不是，就很长时间不拖地嘛，或者是不扫地的时候灰尘嘛，就是说灰尘。我还不大了解，是彭丽媛地上长毛，所以你就不打扫家了。别说你看你从来不打扫家，他就不打扫家了，或者是一堆衣服还没有洗，甚至于菜放到那里了，但是还没有下锅，米还没下锅，肯定我这个时候也很疲惫了。有的时候一晚上呢，赶飞机。赶火车可能都没有休息好。其实这个时候我最希望休息一下，睡一觉。但是我觉得家里这么乱的话，肯定是首先先把米淘了以后做上米，那么把那个衣服呢放到洗衣机里面，摁上洗衣机，这个时候我拖地，地也拖好了，衣服也洗好了，晾完以后米也做好了，我再做菜，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哎呀，我太累了，赶紧泡一个澡。终于把所有的使命都完成了，你才能放下来。是的，否则我睡不着觉。这就是他跟香港名女人的分别。香港名女人跟我谈他们平常忙什么，他说：“哎呀，我太累了，我过一会儿又要打电话给我的菲佣，哎，你该洗把米了，再过几点我又要告诉我菲佣，哎，你该拖拖地了吧。”然后我今天晚上还得参加个舞会，哎，对，我又得叫我的菲佣帮我找找看了。这可能社会背景的不同。不过在我想，你可以找个保姆啊。我是有保姆，但是我不是。有两个家嘛，我只有一个保姆，只能跟着我另外一个家，我有的家里就没有。那么回这个家没有保姆的时候，就得我自己干。我觉得我也可以干嘛，因为我们都是从小的时候干活出身的嘛。劳动人民出身，真好。哎，这家电视机前的家庭主妇们要学习一下啊，这个事业家庭双丰收还是可以做得到的嘛。我认为好像有的时候可能会累一些，但是应该说不难做到。我觉得做这些家务活是我的乐趣，而不是一种就是说很难对付的事儿，或者感觉很辛苦的事儿。假如我觉得辛苦，我可以不做吗？我也可以请人来嘛。但是我觉得我很乐意做这些事情。我愿意缝缝补补，愿意洗洗涮涮，也愿意那个就是把自己的家布置得好一些。你别人做的菜，我认为好像不是没有我做的好吃。有一个女性啊，让我这个就听了她说的话，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哈。她呢是跟她的这个老公啊离婚了。可是呢，她说每一次去她的老公那里去一下的时候哈，她看见这个地上的这个脏乱或者什么，她总忍不住收拾。她说你看吧，本来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也可以不做。她说但是我不做我就离开他们家吧。我这个心里总觉得好像我有点事没有干完。对，就是不是我觉得她血液里就有这样一种中国传统妇女的那种使命感责任感。应该是好像女性都具备这样的一种应该算是一种美德哈。应该具备这种但是有很多人呢可能由于他工作忙啊，还有你刚才提到的一些香港的明星，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背景不同，因为他们从他们成名开始就有公司包装他们，那有很多人来伺候他们，甚至于他身边带好几个保姆。对，所以我们每次来香港演出的时候，很多就是我们的崇拜者，他都觉得我们跟这个港台的明星有很大的不同。你比方说有一次有一个就是很有名的明报的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说时间不多了，我一边化妆一边做头发一边跟你说，然后我就要上场了。他说呀，没有化妆师跟你来，没有发型师跟你来。我说我们出来演出全都是自己化妆自己做发型。他说哎呀，香港可不是这样，他要跟发型师化妆师还有保姆还有保镖。我说这是社会背景的不同，断手断脚了啊。因为什么，他们那个公司包装他们，因为他已经是商业的运作了，他肯定希望明星们
多一些休息啊，对外的一些形象好一些哈，这样呢他就拿着他们还可以在商业的滚动。那作为大陆的这些明星来说，内地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明星来说呢，我觉得他好像更自食其力一些，他就是从开始就是自己做自己，自己包装自己。那么到现在呢，我们就非常的这个感觉很自然。昨天我们文化中心演完演出以后出来啊，很多人呢找我们签名的时候，我们右手提着衣服，左手提着包，一大堆很沉啊，放到地下再给他们签。我想港台明星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杀风景的行为，可能他们早被保镖挡住了，或者是很多人会给他们拿着衣服啊。对，港台明星他形成这种习惯之后啊，哪怕是那个没人伺候的那个小明星啊，他要没人帮他拿东西啊，他这个脸上挂不住的。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他找这朋友，哎，咱们要出门外边有人拍照，帮我拿着衣服，帮我拿衣服。哦，这样。啊，然后你就说是我的经理人啊，你说是我的二保姆，就得这样。其实我觉得我们无所谓，因为我们在内地要去很多很多地方演出，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心连心那种。其实这种行为的话，像我们这种对人的方式，或者我们自己对待自己的方式，更受老百姓欢迎。他们觉得我们很贴近他们。贴近。其实本身我们就是老百姓，没有什么，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跟咱们一样嘛，对吧？对，一样。刚才咱们说这个名女人了哈，嗯，这关于名女人有过太多种说法了，什么又男呐、啊、又不男呐、啊，反正左右为难啊。对对。那你呢？感受呢？我感受，因为假如说我能成为一个名女人的话哈，你已经是了。假如还假如，假如我们能有名的话，应该这么说。那你太有名了，现在我都经常看你的节目。哎，对，这个是我们很大支持。咱们明星三人行好多明星啊，原来都看相声。哎呀，我在内地基本上就是中午。每天锵锵三人行我不落呀，假如说中午我落掉以后，我晚上12点我再困，我一定要看完才睡觉。那不耽误了你这个家庭主妇做中午饭的时间啊？没关系，没事，一边坐一边看、一边坐一边看吧。哎，看锵锵三人行能让他做不成传统家庭妇女，这功效可大。另外我对你还特别熟悉，感觉特亲切，因为一见如故。你特别像我们的一个好朋友，长得一模一样。是吗？什么时候我觉得有机会应该把他请来。这个人叫邓一丁，哎，不知道他喜欢不喜欢我说他的名字啊。他什么时候要如果有机会，我希望你请到他坐到这里来跟你做一次节目。俩邓文涛跟傅志仁似的一起说话。是吧？是你的什么什么。哎，接着说说你当这个名女人你的感觉怎么样？假如我还是一个称得上一个名女人的话，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在你想成为一个名人的时候，你肯定有很多艰辛，你吃过很多苦，就为了一个目标我就要成名，就要让人人都认识我，人人都知道我，这样我就有很大的成功感啊，就有一种就是说心理上的满足。但是一旦就是说你得到了这些以后呢，保持非常难，因为你的做人很重要。你的事业保持一种那个就是很好的稳定的这种高峰也很重要。我觉着很多人就说好像做名人很难哈，名女人也很难，我觉得我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做一个人本身做一个人就很难，一个普通人都很难，一个工人他也是很难，谁活着也不易了，都不易。那么作为一个名人呢，大家都是焦点都聚焦嘛，公众人物，那么你的一言一行啊，一举手一投足啊，大家都会有品头论足，都会去说你，或者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那么我觉着除了这以外呢，他有很多他好的东西，比方说在这个大家都排队买菜的时候，或者买一样东西的时候，由于你的时间不行，你跟前面的人说，哎，我加了菜，正因为你是名人，他会说可以啊。就因为你是名人，我觉得这名人得到的好处。还有很多次呢，就是比方说你乘飞机的时候，由于堵车，你赶不到机场，那么你就可以拨通一个电话，那个机场的电话，就说我是谁谁谁，我要赶这架飞机，我还要赶到一个地方演出，不能耽误时间，一定要坐这班飞机。那么他们就会呢，特殊的给你换了机票，在机场门口等着你，把登机牌给了你，这个飞机只要起飞前10分钟，大家都可以等你。
这就因为你是名人，然后等你一进来热烈鼓掌啊，那倒没有，那倒没有。作为对我们的补偿，彭丽媛再高歌一曲吧。那倒没有，还有你比方说，在这个内地经常坐火车出行了哈，去到很多地方，有好几次就因为天气原因飞机起飞不了，临时改火车，不可能买到票。因为中国人很多嘛，坐火车的人也多。那么这个时候你买一张站台票，直接就到这个站台上去，找到车长说。我是谁，可能你都不用说，车长都一下子把你认出来。你赶紧上车，是不是没票？我说是没票。坐几号包厢软卧，肯定就给你了。就因为你是名人，我觉得这方面的好处很多呀。我觉得对啊，我所以我